感谢您来担任这一次祭祖大典的主祭官。为了典礼的庄严及顺畅，有些动作请您一定要配合。现在分别简单的为您介绍一下。正副引赞外侧手前伸，表示开始起步或靠近一点。就位及复位时，内侧手向后比，表示就定位。跟随引赞前往盥洗所洗手。盥洗，进京。洗完手，礼身递上毛巾，手擦干后再就位。行走，行走时与赞身呈三角对形，双手自然下垂，步调依距离远近调整。转身，当复位或吟诵神一对扇散越过时，向后转身，面对神位或大门。诵神后，听到通赞唱“诸位请坐”，就向后转身复位。持香手法，双手食指、中指夹住香脚上端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双手拇指压住香脚末端，香微微翘起。接右礼身香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一举齐眉行上香礼。行礼完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左礼身收香。通赞唱完鞠躬，礼身会马上附送，附送完才弯腰鞠躬，然后再挺身站好。三
行出县里、雅县里及中县里时，主祭官分别有三次到九尊所前，只需要行注目礼，看着礼生注九入爵内即可，再跟随引赞走回神位前。双手接薄盘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一举齐眉行献薄礼。行礼完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左礼身接回。右手握爵耳，左手拿爵角接爵，爵接妥后，一举齐眉行献爵礼。行礼完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左礼身接回。右手握爵耳，左手拿爵角接爵，爵接妥后，仰头喝一小口，喝完胸前稍微停一下，左礼身接回。忘料，听到通赞唱忘料时，引赞通知主祭官向后转，面对大门料所，并引导主祭官前往料所。抵达料所前，引赞复唱忘料，以至诚心完成致祭及送神程序。忘料